佢同椰菜花、西兰花一样，都系十字花科家族，表面光滑，叶巢巢，边缘挛挛。今集食字典主角就系羽衣甘蓝啦。羽衣甘蓝最主要功效就系含丰富嘅抗氧化剂，可以预防癌症。而以上出现嘅抗氧化剂，除咗抗癌，仲有助眼睛健康噶。羽衣甘蓝污糟度仲登上2022嘅美国污糟蔬果名单，好多残余农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洗得干干净净啊！首先调转，用刀沿住茎嘅尾部开始向下切，切走啲叶，茎部就唔要啦。再用流动水冲洗，最后将佢摆喺水度3至5分钟就搞掂啦。最常见的煮法就是烚啦，将切好的叶咧放入滚水度，加啲盐，再烚5分钟。亦可以炒羽衣甘蓝，用橄榄油、蒜头、辣椒炒佢几分钟，直到变软。生食又得啫，用橄榄油同埋柠檬汁。帮啲盐 massage 分解当中嘅纤维，会更加好食噶。记住要将未清洗嘅羽衣甘蓝用胶袋装住，因为清洗咗嘅反而会易烂啊。然后摆入雪柜，最长可以摆到5日咁多，但要记住嘅就系时间越耐咧，味道就会越苦。